今天打算从普洱坐火车去西双版纳，买了张二等座的火车票，花了44块，正好进站检票了。大屏幕上都是昆明发往西双版纳的列车，途经了普洱，我在中途上车。上到二层候车厅，这还有个无障碍电梯。火车餐，随便吃个牛肉炒饭都得36啊，云南特产。这还有按摩椅，中间就一个检票口，先找个位置坐下来休息。看一下车次，312、303、305，我买到了305的票。第一个刷证进站，还挺兴奋的。直接上一站台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你们好，乘305次列车停靠一站台，请按车厢位置有序排队上车，不要越过安全白线，注意安全。哇，绿色的复兴号列车，速度太快了。我乘坐的 C305 次绿色的复兴号列车进站了，昆明南直达西双版纳，途经玉溪、化念、墨江、普洱、叶相古，最后到达终点站西双版纳。这是一共八节车厢啊。抓紧时间上车了，已经打铃了。这次的座位不错，还有一个桌子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旅行。这个它是个高峰，就是这样。也像是紧本来都已经讲的啊，平常是蛮。先生们，我们的列车即将抵达野象谷站，野象谷的地面温度为24摄氏度，再次感谢您选乘我们的列车，愿您在野象谷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。田间有很多的土著草房子。列车即将抵达野象谷站，野象谷的地面温度为24摄氏度，再次感谢您选乘我们的列车，愿您在野象谷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，下次旅途我们再会。野象谷这一站到了，外面风很大，只能趴在门口看一下，因为停车时间特别短。西双版纳到野象谷这段铁路每天只有3班车，早中晚。斜对面就是野象谷的景区大门口，距离高铁站不远。
发现异常情况，请及时与列车工作人员联系。向往的地方，西双版纳欢迎。第一个出站到西双版纳了，我这站门口有直达勐海的大巴车。